是谁创造了历史？又是谁在历史中创造了伟大的文明？Thank you.
中国的味道更浓重一些嘛。相比于那个像2月14号西方的那个来说呢，就是西方那个就是西方文化多一点，但咱们这边是咱们中国本土的挺乡土风情比较更浓重一些。第一次来宁夏这儿，老以前就听说正北普宁是谁呢？我觉得要比过西方人的情人节要好得多，毕竟感觉上会更传统一点，让人觉得比较更有意义一些吧。因为西方人的节日总觉得好像跟自己没多大关系，我不太喜欢西方人的节日。但我觉得中国人还有点中国的特色呢，这与世界不相同的地方，因为我们有悠久的文化历史，这应该我们觉得应该发扬，而不应该是背弃。西北可能是地貌的特征，建筑的，而我们这个戏恰恰要发生在这样一个环境内，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，那个人物是立不住。我昨天初次来到我们贤良兄的这个城堡，正是感觉到作为一个文化人的一种安然自得的最高层次的生态。在整个的影视城的规划设计以及运作过程中，充满了艺术感。给人的感觉，您的影视城就像我们宁夏版画家的版画一样。是的，那样的出彩，那样的谢谢，辉煌，那样的感人。这次到宁夏来，作为我个人来说，真是不虚此行。